我好难过，我竟然找到新工作了。啊！让开，都别挡我的路！我怎么中奖了？我今天居然考了100分，平行时大乱了，耶！海城，别跑！把空气交出来，我要干偶像剧。不要啊！海城，站住！别呀，姐姐，偶像剧多无聊啊！我要看动画片。你都几岁了，还看动画片？你能不能成熟一点？可是，普利士他们也爱看呢。你们不要为了看电视吵架呀！太吵了。根据我的分析，海城只有0.01%的可能保住遥控器，胜利几率完全可以忽略掉。对了，上次梦梦看偶像剧，看了1、2、3、4，看了10个小时，电视机冒烟了，他都不肯停。然后生气手还修不好电视机。因为这部偶像剧真的很好看啊。海城，你想看动画片就看吧，想看多久就看多久。耶，我可以看动画片了。可是为什么我觉得好伤心呢？这对姐弟太可笑了。天哪，霹雳炮他笑了。神机手，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我一直以为霹雳炮不会笑。等等，普利士一定有哪里不对劲。我也不知道我在笑什么。你们看，平行室出现怪异的现象，很多市民出现情绪异常的情况。我播不下去了，侦测到时空兽了。变形联盟，不对，变形联盟正义出击。果然是时空兽发出的光波，导致大家情绪异常。为了防止又受到影响，全体开启屏蔽系统。收到。奇怪，我的屏蔽系统怎么启动不了？怎么又是我？普利士，长臂他。长臂。长臂的屏蔽系统故障了，受到了光波的影响。你们看，今天的怪兽好像很可爱。真搞笑。看着这只可爱兽，我宇宙第一实在太开心了。长臂这样是无法战斗的，就我们三个上吧。有什么不一样？长臂平常不也是这样？变形联盟聚合变形。
高处有利位置，变形联盟很难发挥实力。情绪的作用除了调节人们的心情，更重要的是情绪对大脑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信号，能促使人们在面对不同的事件时快速产生适当的应对方式。现在平息室的人情绪都乱了套，不知道还会发生多少意外。蜜蜂抱长臂，你还行吗？怎么不行？我状态从来没有这么好过。喂，超能神机手，我们快飞上去打那只可爱兽呀。这可是没办法了，我掩护你们。嘿，两头怪兽，看这里。这边，这边，哇哦，太过瘾了，速度再快一点啊，大怪兽。长臂，你别吵了。好机会，追击炮。现在究竟是被时空兽影响的长臂，还是正常的长臂？都一样，这确实很难分辨。霹雳炮，你今天大笑真是把我们都惊呆了，要不你再笑一笑给我们看看。你别想。耶，今天打得真过瘾。哥，海城，都是你害得我今天没看偶像剧。啊，是时空兽的错，为什么又怪我？你别跑！滚！